莲市公所提升道路品质，除了主要道路之外呢，巷弄里头的路面改善也列入了 AC 整皮改善工程范围。在花莲市中正路125巷还有119巷的巷弄里头，由于管线开挖频繁，路面不平整，市公所也请厂商把旧有路面刨除，在5月23号进行了沥青铺设。市长魏嘉贤23号前往中正路125巷及119巷来视察道路施作工程。魏嘉贤表示，这个道路虽然不是大马路，但是居住在这里的市民而言是一个出入重要路段。过去因为污水下水道及管线单位开挖，造成路面坑坑洞洞，市公所利用开口契约把这条道路修复，要让民众出入时可以更安全。今天我们在中正路的部分来做我们开口契约的一个修复的部分。那这条巷弄也许不是大马路，但是它对我们社区里面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。那过去因为污水下水道一些管线单位的开挖，造成了这一条路的一个坑坑巴巴哈。那我们利用我们自己开口契约的部分来把这个道路来做相关的修复，也希望出入这边的民众能够更安全更安心。那在此我们之前也有做了一些管线单位的沟通，也希望未来修复之后能够让使用的民众能够更安全之外，也希望管线单位能够一起来保养我们这条巷弄里面的一个道路。右脚受伤的县议员魏嘉彦也拄着拐杖到现场，和市民代表江如林、江凤仪、许彦神还有蔡义忠，还有主农里里长刘冠宏等人，共同来关心这一项道路工程改善状况。今天来到中正路我们巷子里面，其实长期以来魏嘉彦在当代表的时候一直就很关心了。那早在这边7年前，大概8年前有铺过一次，就是我刚上任代表的时候已经有铺过。那可能在很多的管线的挖掘造成整个道路修修补补的，那前阵子有跟我们公所还有代表还有里长来这边看过了，那在这边也给经费给公所，那也建议公所希望这个道路能够先行铺设。我希望是说不管在大路或是小巷，我们都能行得安全，让住户回家的时候不用经过坎坎坷坷的路，然后可以平安的到家。两条巷弄路面长度175公尺，宽度3.5公尺，施作面积有632平方公尺。由于巷弄非常狭窄，厂商还出动了适用于巷弄作业机具，让刨铺作业可以顺利来进行。而巷弄水沟盖低于路面，市公所表示会在路面铺设完成之后再行调整沟面和路面来平齐。谢伦慧欢迎市报道。